您居然是能做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这么一个人，我心里对你报答感激，他真的就会扎在心里。职业比赛打不打？传奇战队，知道吧？林轩呢，是因为一直想跟我打比赛的，因为我是把他带入电竞圈的，他是一直想跟随我的。机强控一直就是我要保护他，我要支持他，我要跟着他，他就是我老大，挺感人的，他们的兄弟情。